面对你的前方灯，蹲一点，停，起来，起来，好，我先走，直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用脸去碰，用脸去碰，用脸，没让你用嘴，用脸。开始，试试。哎，他好像猜对了，这个试试是吗？来感受这个，这个很小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葡萄。OK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再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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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往左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停一下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怎么那么毛啊？这好多毛，你有好吧？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对对对对，左边的这个，荔枝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名字。怎么还有刺呢？又又又，用脸去碰，用脸去碰，对对对，一根绳子，一根绳子。Oh baby， 张嘴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感受一下，这是啥？杨梅。吃到嘴里了都不知道是个啥，这水果我吃过，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我这水果洗过没有啊？